对，广东的，那你就可以啊，一对一个人去打、啊、有没有？或者两个人都去站别人，把别人都站赢就赢了。可是站的话要前期，如果别人龙出装就完蛋了。因为他那两件钻装差很多。嗯，玩一下用闪电，闪电。闪电！太阳能套装护腿，什么东西？哦，我在 Happy 手抽东西。哦，等一下，我不小心把档案砍掉了。只是心灵催佛动作，催佛动作。吹佛，我想吹佛。请问是 GTA 那一位？对。然后吹佛，棕色兔子宠物，恭喜！我终于有兔子了。菜单在哪？回来热收藏品。等一下，不能砍掉档案。宠物，宠物。开箱！开一下每日。开箱！哎呦，都跟我一样。每个月就等这个时候开箱。嗯，我们都去开了，我都觉得好累了，真的好累哦。那个、啊，他一次可以开很多个。哪一个可以？可以他不是一个一个点吗？有啊。不然怎么点？一次可以开20个啊？怎么开？开20个的。啊？怎么开？就是他有一个地狱之心，嗯，地狱之心箱子右下角，然后选左边那个是一次开20个，嗯，哦，是跟我抢，有 啊，如果不足20个也可以吗？哦，不行啊，我刚抽完啊，可恶，我18个了啦，二十个一口气抽是不是？对，对啊，或是你可以累积200个，哎呦，他有一次开200个，有50个的，中间有50个。然后地狱之心一次开20个，嗯，对呀、啊，学一下，下次就会了。哎，下次就可以开了。我的礼物都不见了，过期了吗？是？不是，我刚点那个20个，嗯，全部不见了。就一次差全部把你开完。哦，所以我已经开完了、哦。嗯，他就一次就全部开完。他开完一本书，会给你个表单啊。嗯，哦，没有点到、欸，怎么办？可能东西会在你的账号里面、哦、还是有就对了、嗯、对还是有、哦、我看一下、哦、有诶、欸、点开慢慢看有诶、欸、原来有这个东西哦有啊这样方便多了就就是他后来到什么时候诶、欸、搞不好你可以拍这个影片啊搞不好一堆人不知道一个一个点是不是太累了现在就你高、哦、一次 OK 嗯对啊，它要有权限，自动扫荡、嗯，自动真的是自动扫荡。先开门，开箱，每次在外面。啊，不对啊，分，哎，分对，分起来，分，哎，忘了按按钮，分对，分对。哇！喂，一对两个轮，两个轮，开车，我是黄色，黄色，你抽啊，抽啊，蓝色，虾色，蓝虾色，自杀炸弹，我们来自杀喽！哎，不行，这边呐，那个颜色是深蓝，红色。那就剩一个了，黄色。就是你了，那放回去好了。我是黄色，那放回去吧。对啊，放回去啊，宠物利用，宠物利用。换一个游戏。我们都很环保，我们都很环保。我们去杀人，去杀人。哎、欸，那就先进去，然后再倒数好了。可以啊。好。好。哎呦，我被传进去了。啊、对。有都进来哈。好。哎。好。3、2、1 ，Go Go！ 有没有？没有人要跳。没有。哎呦，中了。跳。你要去杀人的吗？来了，有人来了。喂喂，哎、欸，我在。哦，太多了，来了吧？太多了啊！
躲起来！哇、哦，这么高，抱歉。好，没事没事，躲起来。来，我来看一下。因为你还活着哈，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哎哎哎哎，看一下队友视角。喂、欸，哎、欸，我队友是谁？我队友，我在这，我在树里面，我在树里面。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打，你知道吗？打字思考一下。有人摔死，有人摔死了。我撞到，我撞到羊毛了。好吧，我来看看其他人。分心，你还在吗？我还在，我还在。好了，好。为什么我？你在哪儿？我在路口。路口。很紧张哦，所以现在还剩谁？哎，有一对灭了。对，没错。灭哦，你在那啊？哎、欸，有人在飞。谁？我不知道。刚刚在丢闪电。不是我，不是我。我刚刚看着你丢出去的时候，不是你，过去的是我，过去的是我，骗人的。喂，成功飞行哦，没事没事，石头，在这边，石头这边。喂、欸，为什么我这样还会存血？怪。太溜了，闪电也太多了吧？小毒。喂、哦，小心小心，鱼、哦、儿、啊，他们在闪电，他们在闪电。呜、哦、呜、哦哦，痛，走了，哇，我被电死了，呜、哦，来不及跳走，哦、哇。还在用闪电战啊！太闪了！哇塞，闪电打到下面来干嘛？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喂，后面，喂，小心，喂。喂，你跟我玩！闪电，你跟我玩！闪电了！哇，在后面！怎么闪电电死了？闪电太可怕了！被歼灭了，太猛了！哦、了哇，刚刚你躺赢哎！对啊，靠你就好了。一个战斗民族，收集闪电。你一开始先冲过去干掉小雨，哎呀，小雨。而且刚刚是一排、欸，后面准备要打小雨，刚刚是三四个人在那边打，打呀，都想要打他，好扯，太过分了，我进不去哦，这里有门，你是骗吗？有，好了，完全躺赢，你完全没有参与战争，他没有，有啦，我一开始有跟那个杰克打，可是我拿弓打你啊，我没有，我拿弓打人家。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被我打下去了。哇！重置。好。嗯。刚刚的乔治为什么还在？哦、啊。为什么？好。哦。你是怪怪的。乔治好，全部都死了。然后又捡到有没有？哦，又捡起来了。捡起来，乔治哦。捡起来。又捡，我就要亲的。丢外面，我丢外面，我拿去外面丢。你就要丢，手速没那么快了。啊，再抽，抽，黄色，抽，啊，抽，红色，黄色，蓝色，还是蓝色？抽我抽，蓝色，蓝色，哎呀，这红色，这红色，虾虾队，放去，虾虾队。下下队，那我们就是来，黄色，好，就是黄黄的香蕉队。等一下，我忘记把混凝土放回去了。没关系，不还不得补，你等下补那一块回去了。不还了，三，然后就过来了。一 ，go go go。Go! Go! 走啊！走啊！欸、对不起，摔倒了。我回来补了。摔死了，直接摔死。我回来补了。他回去补了。他们要来了。等一下，刚刚谁还笑我、啊？有人又把黄色拿走，好不好？对不起，我打到你了。没关系。啊！你肯定。有。啊！我很怕打到你。我刚不想打到你。哎、欸，打到一下哎、欸！哎、欸，你那边有是不是？走了。哎、欸，他走了。啊！上面是我们的，太恐怖了！你们的，可以收集更多的雪球。雪球太可怕了，真的。对，刚刚没有用雪球了。
哎呦，很容易摔到哎、欸。小姨，你们在哪、啊？给你。没有，我已经飞了。哦，我有，我有很多雪球。好。哦、oh, ，Only me。小姨，你们在哪、啊？这说没有门了没？来玩嘛！我说你在哪、啊？No。哎呦！哎呦，电到自己，雷的很难掌控。嗯，小雨加油！哎、欸，繁星，小心哦！我看到了，看到，电脑啊，电脑啊！干他！他要绕走，他绕走了。恐怖哦，这些人。嗯哼哼哦，电到自己，电到自己。于是不追啊，小雨。然后有左到右啊，这种时候我只能赶快来挖一下。来不及啦！挖一下。我需要补点血，我等一下再打。巧克力，你确定要在这边挖吗？你看，看头上。我知道，欸、杰克离你很近哦。啊？啊？什么东西很近？没有。喂、欸？不要很近啊。OK。不要啦。看一下到底躲哪。出来玩的啦、哦，大家！不要那么边缘啊！大家都在农啊，农一下。所以大家的分数是多少啊？小雨，看看46，最高的。小雨吧。我吗？嗯、小雨农最凶啊！我只有一个人啊。你有56啦，56了。越来越难打啦，他有钻石装啦。不过第一名可以发光啊，跟作者讲建议一下。我觉得他要先把分队的东西弄好。对，对啊，也不用发光，他没有队伍。那可能就是怕懒吧，然后就不弄了。有了简单暴力特色，大家自行规范彼此哦。反正那我拼拼看，砍一砍，然后你看去找。你才不是砍一砍，你不是有雪球？没有。小雨，你是打石虎吗？没有，没有。上面在打雷吗？对呀、啊。这雷真的好大声哦！超大声的。小雨，慢慢来啊。哇，杰克也有钻装啊！啊，摩擦一点点。打那么快，小雨是全身钻装冲出来啦！没有全身钻装吧？有吗？我不知道哎、欸，其实。这么的凶残，就除了翅膀之外都钻装啊，对吧、啊？太快了！哦，109，100了！啊，你们。制裁他，他要获胜喽！哎，一百了，我以为可以追到，我要带着刚刚获胜。哎呀，哇，这个局又要躺赢了。我要带着刚刚的意志。120哦，130哦，开局就死掉。我从下面找起。130哦，130哦。耶、yeah ！好累。而且回到指令区，还发现有人也把黄色的混凝土给拿。欸、欢迎你，你娘电到我了。哎呦！